2021年12月31日，竹山朴氏颂年会在韩国孔子文化中心举办，总裁朴弘英，对外联络部长朴熙吉，朴氏大宗亲会中国总本部事务局长朴厚基，中检公派宗孙朴正寅，中检公派64代后裔朴焕宇，文献公派64代后裔朴明直，天岭文化研究论坛代表金汉坤参加了当天的颂年会。一行人首先在中心会议室举行了座谈，探讨了朴氏大宗亲会中国总本部在新的一年的工作展望。之后一行人参观了韩国孔子文化中心博物馆。位于中心3层的朴氏大宗亲会中国总本部办公所在地，给来访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参观结束后，进行了竹山朴氏颂年晚餐。